主客户肩膀发麻，主客户肩膀发麻啊，我看到那个石头啊，在背后一点点往上叠啊，石头往上叠，叠的时候，在我背上也刮一下子，告诉我，大吊牌正在建，用石头垒起来，正在建，用石头把它垒起来，正在建，好，知道了，发现这个地球啊，同其他那个。宇宙里边的其他星球不通用啊，什么规律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那个外星人呢，也要做好长时间的琢磨啊，他们才反应过来，他们一开始以为是我这边搞错了，所以他们在努力的再按照他们的思路试了几次以后，发现不是那回事，然后又回到我原来规划的，我告诉外星人的。方法上去做啊，重新来，每次外星人都是重复几次，这个发现行不通，又回到我原来规划的道路上，因为我在第一线嘛，第一线的侦察兵还是很重要的啊，在第一线才能知道那个真正的情况啊，现在就是我们在里应外合，要解决地球上的一些问题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